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0年8月25日。今天许平摘的菜就只这么多。今天的菜不多，但是也有的菜，这个菜也够我们吃一天的。味道鲜美，昨天的葫芦一个葫芦还没有吃完，一个葫芦可以吃两次，一个大葫芦。squash zucchini tomatoes green pepper beans cucumber